北京民办，我的身后有祖国的人民，今天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，就这个时候到了，干就完了呀。我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进入乡村，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。保最艰苦的地方去，用绿色一点一点的覆盖黄沙。时间做了一件终身难忘的事，这是属于我们中国式的浪漫，万人奔跑是很神奇。我和战友俯瞰跨到台湾的海岸线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，我爱你中国。